他们是谁？这是我们的同事。当你看到盖和杨和苏配对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这首歌会是一个杀伤力很大的舞台。他们俩的能够放下去年的敌对的关系，我也蛮 respect。其实我还挺期待他们俩做组合的话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的。我们不怕任何一个队伍，我们一定会拿链子。今天你们不要相赢，你们只能相输。哎呦，当我跟 KNG 站在台上，后面那几组你们要怎么着？好吓人啊。有没有录过这样的综艺节目？没有。就早点把他淘汰，就大家都没事了吧？对啊，赶紧淘汰吧。对啊。